把麦芬街头玩家见面会，高价3C限定周边，超值虚报，6月22日晚上6点，等你来拿。Pandoland 是由开发宝可梦系列的 Game Freak 和 Wonder Planet 共同制作的休闲海洋冒险角色扮演游戏。在潘多兰德的世界中，有许多未知的岛屿，你将成为探险队的队长，踏上寻找传奇宝藏的旅程。游戏中玩家可以自由在各个岛屿探索，发现前所未有的宝藏，也将与伙伴相遇，组成最多9人的探险队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与朋友分享已经拿到的藏宝图，一起寻找传奇的宝藏吧。 Pandoland 预计6月24日于日本推出，现在已经开放事前登录，感兴趣的玩家们现在就可以去注册咯，这样才不会错过这款可爱的休闲海洋冒险游戏哟。探して集めて大冒険。